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项呢。好，最后一项是美丽保养零瑕疵。好，来，敏珍，你要先跟我们分享你的保养。저는사실얼굴보다팔이랑다리가너무까만스타일이거든요이유가왜什么치어리더는야외에서빵초창빵초창빵초창창因为是室야외니까햇빛태양太阳阳光很大啊그래서제가선크림을얼굴에는화장을해야되니까무조건바르는데팔다리에는끈적끈적거려가지고안발랐어요그래서까맣게타버려가지고얼굴이랑몸이랑팔다리랑색깔이너무다른거예요그래가지고화이트태닝혹시아세요피부톤을어둡게하는게태닝이잖아요근데화이트태닝이라고피부톤을밝게해주는또화이트태닝이있어요그래서그거를제가한20번을받았었는데가격은한번할때마다한만원언저리我也觉得这很便宜啊好便宜哟한국돈어그래서엄청비싸지도않아가지고한국여자들이한국여자들이엄청많이하는데요즘에최근에들어서근데20번정도를해야지만약간살짝피부톤이바뀌는걸볼수가있어요因为它才两三百块而已嘛원래하였던친구가더하얗게하려고자기의원래피부톤보다더하얗게하려고할때는이걸사용하면안되고탔을때내피부톤으로돌아가고싶을때이이화이트태닝을해야돼요본인의톤보다더하얘질수는없어요이건어明白回到原本每天晒太阳他的工作呢虽然就是你知道日以继夜的就在流汗真的曝晒说实在的啦因为可能是青春呐啊皮肤真的不错娟州娟州真的是来分享一下你的保养피부관리어떻게저는일단경기를저희가경기를이제하면은좀땀도많이흘리고또메이크도엄청많이하기때문에이제집에오면은아숙소나집에오면은항상제일중요한것이세안이제일중요하다고생각하는데요네그래서저같은경우는일단세안을엄청꼼꼼히하는편이고무조건저는찬물로세수를하는편입니다아찬물로세수를用冰块哦就是我会加冰块然后用水然后长期这样冬天也是对这是真的就是尽量不要用热水去其实你看皮肤薄的人啊他用太热的水去洗脸他其实会不舒服会涨红会涨红而且我面膜也是会飙冰箱就是要很冰对冰我是哦皮肤会有紧致的可是不管是太热或太冰都不好吧曾医师对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一般的水龙头的冷水或者是微一点温就好但是绝对不能烫因为热水你知道我们用热水洗碗会比较去油概念上是一样的也会干对所以你因为我们的人的皮肤本来就需要一些自己的油脂所以当你用烫的水去的时候会过度去油而且这样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可是我看太冰老实说我也比较不建议冰也是一样太冰的时候对我们皮肤来说有点太极端了所以久了它也会受伤所以我久了真的会容易变敏感肌或是酒糟肌这样子我建议就是一般我们冷水水龙头打开的冷水或者是在微冬天就是微温一点就可以的但就不要一上就会觉得是热或烫的就好了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用冰水洗我毛细孔真的会缩起来真的皮肤会变好因为有些毛细孔会扩张了对啊后来就又扩张啦我没有我也是我看到冷水池我会揪起来啊整个都整个连手都揪起来了这样子我们太害怕太冷了哪里是不是这真的很危险啊比较不建议比较不建议极端的都对所以娟州也是洗冷水冷水很正常一年四季下雪呢下雪呢下雪也洗冬季的时候呢저는이제그차가운물로하는이유는일단저희가햇빛을많이쬐기때문에얼굴에열이많이생기게되거든요그래서이제찬물로많이세수를해서열을낮추는효과로이제찬물세수를많이하는편이에요 그러고이제세수를하고나서깨끗한수건으로이렇게비비지말고이렇게네톡톡도하고그다음에이제그토너패드라고아세요토너패드토너가묻혀진그패드가아예나와있는데그래서그거를이제냉장고에제가넣어둔단말이에요그래서이제한장씩꺼내서이제위에얹히고네그리고이제드라이기로머리말리면서뭐이렇게하다가이제다끝나면은이제떼고
그다음에 앰플 수분이 많은 뭐 세럼을 이제 얹어서 그리고 저는 끝내요. 왜냐하면 너무 많이 발라도 이게 피부에 뭐가 많이 나더라고요. 네, 그래서 기초는 적당히 하는 게 저는 좋다고 생각합니다. 对对对, 太多也不行, 太多也不行, 没错。 好，最后我想问两位的就是，亚欣，你帮我翻译好了。啊？这么多，就全世界的男人都爱韩国女生，快点。 전 세계 남자들이 다 한국여자만 좋아해요. 然后呢? 그래요? 然后呢?他们 그래요? 他们喜欢哪一国男生? 근데 어떤 나라의 남자 가장 좋아해요? 아, 한국인들이? 你等一下,你在调什么眉啊? 是不是?你现在威胁人家是不是? 개인의 취향이지 않을까? 걔만 남자 어때요? 걔만 남자들 너무 착하고 매너 있어서 맞아요. 很有礼貌又比较亲切啊，然后又比较对乖巧嘛。 是吗？所以是哪一个国家？台湾。哦，对对对，真的，真的。啊，저는좋아요希望。哎，喜欢台湾男生。 아, 대만 남자예요. 아유, 진짜요? 네. 아, 진짜. 대만 남자예요. 한국원. 아야, 谢谢你哦. 谢谢你们来跟我们分享哦. 下一次不要光讲说卸妆卸很干净, 也欢迎你来一起全部卸妆. 안녕하세요. 谢谢. 今天介绍商品详细资料请追踪女人我这的IG就知道了谢谢各位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